叶委员好。哎，院长好，想跟院长先报告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院长了不了解哈，现在我们很多病人哦，在急诊室，如果他在急诊需要治疗之后需要住院的话，在急诊室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你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吗？知道他们在等床等病房的时间真的越来越长哦。这常常有民众跟我反映啊，有时候在医院可以等到一个礼拜以上啊，七天也许都有。对，这个是非常夸张，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哈。先秀两张图啦，你看看现在急诊的状况，有的在急诊没有床位啊，急诊的病患是就地治疗，还有的是他在那个轮椅上面电击啊，急诊室塞爆，没有心跳才被发现。其实这个是不只是对医疗品质是很大的伤害，而且我觉得对病人也非常不尊重。但这个问题啊，之前我们也反映给卫福部很多次，完全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哦。我先用举几个数据给你看了哈。第一个哈，先讲一个哈，就是我们现在在国旅啊，大概平均我们平均国旅大概是一个人出去玩大概就是 1.45 天呐。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急诊哦，留置48小时以上人的比例呢是非常的高。你特别你看113年医学中心，它有在113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有19213位哦，它在急诊室待48小时以上。我这个数字只有48小时的，可能还有72小时的，还有甚至还有更高的。而且重点是它的比例是逐渐上升啊。你看111年比例是 7.3%, 哦，到了112年 8.3%, 110上半年已经变成 9%。所以这个数字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哦。再看下一页，有一些医院哦，特别是你看台大医院，台大医院超过48小时的案件比例已经到了 20%, 五分之一啊。哦，新北土城医院也是 20%, 也是五分之一。这个状况这么严重，那难道是因为病人变多没有病床吗？并不是，并不是哦，实际上是有病床，但是没办法开。我们来再来看一个数据，叫做这个叫占床率。好，占床率就是指说他的医院当初许可这么多床，可是实际上他实际开的床是多少齁。你可以看比如说有些比较低的，好像国泰只有 56.42, 还有一些是60几%的齁。我没有全部把它列出来啦齁。但是实际上占床率大概要70%多才算正常。那我不知道院长知不知道这个状况，就是他有床齁，但是没有开。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挤在急诊室，没有办法上去病床，然后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急诊室非常多人的状况。院长，你知道这个情况吗？应该是人力不足所造成。人力不足，那确实是人力不足啊。对，我有看到，那人力不足怎么办？补充人力，因为这个院长就是护理人员、护理师的人力啊，我们要强力的、快速的来补充。没有用啊，现在就是没有解决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好几个月，然后状况越来越严重。我在卫环委员会我也质询过啊，当时希望部长给我资料嘛，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形，但部长后来也不给资料啊。每次跟你们要资料回的公文都是那一种非常空洞，不愿意针对问题回答，但是问题就是存在。就护理人员的增加，刚刚部长已经在前几位委员的垂询当中已经有答复了，如果容许再请会可以部长再说明一次。是的，我如果谈护理人力的话，我们非常可以说是行政院用12个策略来努力来利用。那个部长，你那个12策略如果有用的话哈，这个情况不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比较一月的话，我们在10月的时候其实已经增加了3095位的护理师，在医院增加了1513，所以、这种数字哦，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啦齁、哦。我觉得问题是存在，拿数字出来，但是问题还是存在，就没有办法没有面对问题嘛。那现在护理师确实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所谓的抱怨嘛，譬如说他们觉得薪资不够，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没有因应护病比来调整床数的配置啊、哦、这个是护理师他们所提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最后可能也会归因到一个问题啦，就是现在的健保点值就是比较低嘛，你现在一点大概本来应该要1.1元，但是实际上现在可能是一点只有0.6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哦。0.6元啊。不得1.6元啊，也有0.6、0.7都有啊。怎么会有0.6？应该没有那么有，都是
也有零点七的啦，哦，就没有到一点一元嘛。我只是要凸显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在吵那个所谓总预算到底要不要遵守立法院的主决议一点零点九五元。很多人讲说，你们为什么都在帮医生讲话，都在帮护士讲话？确实，我们帮医生讲话，帮护士讲话，因为他们非常辛苦。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帮病人讲话。我们整体来说是要提升医疗品质啊，不是说在，不是在帮哪一个族群讲话。所以光是健保点值这个没有编到一点零点九五元哦，我觉得真的行政院这有点对不起所有这么多的民众啊。那部长一直讲说哦，我们推出了什么多少对策、多少方案，可是实际上他就是没有解决问题啊。所以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个问题，真的认真的去了解到底怎么把人力补足？否则为什么就是没有护理师？然后护理师现在职业率非常低，护理师的职业率有时候都不到六成欸，就是我们有那么多护理师，但他们不愿意在医院上班，到底问题是发生在哪里？所以这个部长你要去了解。我想这个护理留任哈，这个部分有很多复杂的意思，我们一个一个会多努力来解决。那至于急诊的用膳这个部分哈，可能跟医疗体系也有关系。比如说你去问台大医院的院长，他绝对说他并没有关任何床，他你看他的。他等四十八小时的就已经，刚刚你提出的就20%，哦，所以这整个医疗体系的分流分级也是要去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都可以解决急诊拥塞的问题。啊，这个现在不是在精神喊话，的人力需要不到那么大。现在不是在精神喊话，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问题就在这边。也许几个月后，我们同样一个问题还是继续发生，然后你讲一样的话，但是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只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这样而已，并没有什么责难的意思。但是我们发现说，好像卫福部在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的缓慢。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好的对策的话，那你把健保点数按照立法院决议，把它变成 1.0.95， 搞不好这个问题也可以舒缓一些嘛？这看你愿不愿意做啦，好不好，部长？包括委员，我们去年这一季，就今年第一季、第二季，其实平均点值在医院或在那个，大概就将都有到0.9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澄清一下。第二个就是，其实在明年的健保这个部分，其实行政院也给我们最大的、有史以来最高的成长力哦，以及所以到达5.5，所以这个部分就已经到达9200亿以上，这是破有史以来最高的哦，但是已经非常尽力，所以可见1.0.9都不够啦，一定要到1.1元呐，哈，但是因为行政院不愿意嘛，所以主决议是0.95嘛，哦，这不是愿不愿意，哎，我们既要维持点值，又要并行总额，那总额跟点值像算起来，如果1.1元的话，那总额制度就完全破坏掉了。我不是认为说不应该，我们会愿意朝1.1元去前进去迈进。但是这个总额制度的保障，我们还要设计跟精细的设计。因为这个点数的问题，其实上会大家都协商过了，其实三长都签字了，然后当时卫福部有派代表，那现在又讲另外一套，我尊重了，好不好？那谢谢部长哈，哦。那下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环境部也在嘛，问一个近邻的问题，因为我今天有媒体有报道哈，哦，就是外国媒体有专访院长，院长有提到说，为了满足 AI。的产业的发展，所以对采用新的能源技术非常开放。好，然后第二点是说，只要台湾内部对于核能安全有共识的话，以及处理核废料的问题有好的方向及保障，那院长觉得采用这个新能源，所谓的新核能啊，好，你是愿意接受的嘛？哈，应该是这样。有没有误解你的意思？新的核能技术，就是，跟传统新的，请问一下，什么叫新核能技术？就是说跟传统现在。我们的旧有的核能电厂的技术是截然不同的。我早上有举个例子，燃油车跟气电池跟电动车。说什么？比如说什么？啊？你刚比如说什么？我早上举个例子，对，燃油车跟电动车就完全不同的新技术。是，没有啊。你未来，我现在技术的进步，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极力的开发当中。哪一个开发当中？没有院长，它未来的商业模式。你那有讲跟你那有讲跟没讲一样啊？新的就是相对于旧的，我当然知道啊。但是因为你说新的能源技术，因为你是院长嘛，所以你讲的话一定就有前瞻性啊，你有研究过嘛？请问一下，什么是新核能技术？比方说，2030年之后，嗯，可能比尔盖茨他手上正在研究的什么？那个所谓快中子有可能成功？可能成功？可能成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有可能成功，有可能成为一个商业模式，成本这几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的话。我们当然愿意去开放讨论
甚至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研究。那你讲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我讲没讲，有可能没讲。我不知道你讲这个有讲，你又说有什么意义啊？哈，第二个哈，你说只要台湾内部对于核能安全有共识，还有处理核废料。我觉得你讲这句话哈，感觉很像你在大树底下跟人家聊天，你知道吗？或者是你是局外人。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这个是一个先决的条件。是啦，院长，因为你是行政院长哦，按照宪法规定，您是最高行政首长。核废料的问题是你要解决的问题耶，核能安全问题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你怎么可能说、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只要核能安全可以解决或核废料可以解决，我就采用核能，好像这事不关己。你在台新北市，你知道核废料的处理，新北市政府也要协助吗？有啊，所以他现在干式储存槽已经盖、啊，已经放了嘛。是啊、但是院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干式储存槽不太愿意放？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大家对核能的使用，你知道为什么？不是，是因为新北市非常害怕，到时候台电把核废料永久放在新北市的干式储存槽里面。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你一个，其他县市也会怕、所以问你，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嘛。因为当时台电包括经济部有订一个核废料的永久储存的期程，好、这个表格也帮你找到了哈、在2018年到2028年呢，我们要完成候选厂址的评选跟核定，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永久储存厂。所以以新北市的立场来讲，只要你找到永久的储存厂，不管是在哪里啦，好、你只要认真去找嘛。就像我们现在经济部长不在，但是他很多想法嘛，电不够可以到菲律宾把电运回来，也许核废料也可以往各种方式去处理。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方案定在那边，2018到2028要完成，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包括我上次在委员会的时候，我问相关的部会，我说的对，还没有社会共识。不是没有社会共识，是因为他没有在动作。如果有一天说选择在新北市，大家也不会同意啊。社会共识，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接受。因为你们当时就把核废料讲得很恐怖嘛，让大家非常恐惧嘛。如果你认为核废料是安全可以处理的，你也要跟社会大众讲说，过去我们是过度的渲染，现在我们只要政府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你的责任之一。我们对核能要有专业的了解跟知识。其实你今天针对媒体讲了这一番话。目前以我们的对话来讲，报告委员，核能本身是没有罪过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认为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万灵丹。没有万灵丹啊，未来的新核能也许就没有现在的问题了。但是你在缺电的时候，核电就是一个非常稳定而且成本很低的供电方式啊，所以这才会这个议题还会一直被讨论嘛。后爆端的处理又是大家非常的嫌弃。我主要提醒院长啊，就是院长您有责任去处理核废料，您也有责任处理核安。而不是说哦，等到你们有共识之后我再来处理，好像你是局外人一样。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讲述的这个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取得共识。那要积极一点，好不好？好。第三个哈，因为院长您那时候，在那个好像前两天吧哈，我不知道你是肚子饿了啦，还是刚吃完饭呢哈，你就在脸书发文啊，就用那个点菜来比喻总预算。那后面还有讲到说，如果这个餐厅他如果觉得我是一个 OK 的话，就把我赶出去，就被人家解读成倒阁，好，那早上的时候也有委员问你倒阁了，你好像是说倒阁是不得已的方法。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啊，倒阁是内阁制国家的一个制度，对吧？我们有不信任投票。那你知不知道倒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为了解决僵局，对不对？跟立法院之间对僵局嘛。然后为什么要倒阁？因为要诉求最新的民意来决定到底谁是对的嘛。现在在野党觉得要依法编列预算。行政院认为不能依法编列预算，没有有几个？行政院没有说不能依法，行政院觉得要依法编列预算。没有依照禁法补偿条例嘛？没有依照主决议嘛？你们就不想这样做？没有依照预算法91条。好，然后呢？现在呢？两边有争议，那我们让民众来决定，所以解散国会，大家重选，选出来蓝白的立委不只是6成、8成，然后院长结束了，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因为总统赖清德继续提另外一个人当行政院长。比如说提名陈时中当行政院长，陈时中继续不依法编列预算，那我想请问一下，不依法编列预算，倒阁这件事情解决了哪一个僵局？日本如果你倒阁，对，诉求最新民意，决定了新的阁魁，所以他解决僵局。但是我们这边倒阁解散国会，没有啊，因为总统还是同一个人啊，所以总统到时候还是一样啊。不要那个禁法补偿条例，我是捍卫4万哦，就4万哦，我是捍卫宪法。
我们的宪法就是如此规定。所以我觉得要反对宪法或是修宪，院长不可以提动唱倒阁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无聊啦，因为没有解决任何事情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各退一步来解决事情。